一下。这边我录。然后这边，浴室好像是还蛮大的。801。厨房。应该有浴室过。那下面有厨房，然后这个睡觉的。电视，两个椅子，还有冰柜、冰箱、空调。因为这边走路过去就是礁溪的。有一点点白的海水了哦，那我们常常讲呢，这是上天啊遗留在人间的条哦。你看看哦，原来大海是深墨绿色的碗哦，奇大呢哦。它刚那个有点白有没有？那个就是跟丢。下给你们看照片，你们会比较清楚一点点。哎，有人去捶金鱼没？这个超人呢，大概是这样子。